是出发的起点，是抵达的归属，承载着起始与重逢的美丽，展翅翱翔，飞入天际，与你共同期待，一起进入美好的未来新境界。
Enjoy your journey. Find your destination. 桃园天空之城。桃园分会光之桃花源大会广播。